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03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接着做铁工厂的这个鬼筏折罗，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煮血猎犬啊，它致敬到了变形金刚，应该是08动画里头的 Lockdown。那么其实它这个整体配色造型的话呢，更接近于真人电影第二集。那个时候的一个应该是 Humble 的 Decepticon 吧，也是有推出一款 Deluxe Class 的 Lockdown。那这个配色啊，跟它应该是比较接近啊，甚至身上的这些尖刺啊，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一个造型，应该都是跟它有比较高度的一个相似。那么这款玩具呢，非常的赞啊，是我目前的玩过铁工厂的玩具里头呢，我个人是觉得是几乎可以说是做到最顶尖的之一。它有附带这个我不知道是要做什么用的啊，把它擦干净了还是怎么样？它的配件呢比较丰富一点。那么首先这些替换手啊，这个我就不多提了啊。像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剑指的一个造型，然后这个手掌张开啊，还有拳头里头呢是握紧的，还有专门用来握持武器啊的这个手啊都是可以替换的。那这个就不再赘述。然后它的一个手的话呢，有一个替换的一个钩子，其实它替换的钩子有一对。另外一对的话，你可以安插在这个链条上。那么链条的话呢，一共有3个造型啊，这个是完全笔直的，然后呢，有一个是一个弧度比较大，一个弧度比较小。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把它串接在一起，但是呢，一旦扣上之后呢，它的一个紧实度非常的紧啊，甚至要把它拔出来呢，还有点难度，甚至手可能会痛。而且呢，你这握上去之后啊，你看到不是这个部分啊，其实它的倒角处理呢是没有很完美的，捏上去是会有一个痛楚的感觉的。你要把它拔开的话呢，我个人也觉得有点小危险了啊。你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啊，那你要把它抠出来，我个人觉得还是尽量小心啊，避免去做这个样子的一个替换。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小替换好了啊。那么这一边的手的话呢，你也是可以把它给替换，不是只有一侧，两手都是可以替换，这样一拔就可以拔出来了。然后这个就把它给套上去啊，并没有任何的难度啊，这样子就套上去了啊。当然呢，这个是完全笔直的造型，你如果要把它弄成是其他有弧度的，都是非常简单的，只是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示范。当然了啊，你也可以把它的这个武器的话呢，不对，应该说把这个钩子给拿下来，然后你可以两手都是钩子，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难度。那我们的话呢，为了方便展示的话呢，我给它换上这个可以拿武器的这个手，这个是拳头里头有一个洞的，这个手的替换是比较舒服一点，松紧度是适中的。那它还有一个重要的配件，就头上这个帽子啊，这个头上这个帽子的话呢，要扣上去呢，真的是不是很容易。它头顶有个洞，脑袋有个洞，里头有一个凸，但是要扣上去啊，每次我都要扣很久，因为，你只能盲扣，凭感觉去把这个给扣上去啊。但是我个人是没有在漆黑的环境里头找黑色的洞啊，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就比较有时候就要扣很久才扣得上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这个帽子啊，然后前面这个孔洞啊是朝前方啊，你想说他的眼睛要透过里头来看前方的一个状况。那么它背后啊这个部分你可以拎着它。人物是一体性是很好，这一款的紧实度是很棒的。武器的话呢，这样扣下去啊是紧的，这样拔出来是有个小小的阻力的。那武器的握持啊，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啊，这样的就把它给放进去，这样就行了。好，那握持武器的部分呢，各位就知道一下就行了，非常的帅，对不对？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它是以造型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取胜，那一手是钩子，一手是拿武器。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也可以安插在后面这个地方，它是有做出一个孔洞嘛，你是可以扣在，我记得是可以直接扣在后面是吧？记得是怎么个扣法？这样子吗？哎，这样子，好，这样就可以把它背在后面，那也不妨碍你武器插在后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对，我们就再次的示范一下。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刀背在后面比较帅啊，这样子，好，扣上去了。这个呢，就是他没有持，武器的一个形象，然后身上的尖刺很多，特别是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去摸到的，那扎手啊，这是一定会的，还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尖角也是非常的尖刺。那么可动的话，给各位做个展示，算是很好的啊。头的话呢，这个头单独球冠可以转动，然后有个很长的脖子，整个头啊
应该说全身啊，就很多的尖刺，你去摸啊都是尖刺，然后有一个非常有立体感，像是肋骨一样的胸口，那个手的话还可以前后，因为变形的需要前后可以动啊，它这手摆到后面之后啊，就感觉起来就是更有杀气的感觉。然后二头肌是可以转动，手肘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全都可以转动，就不在话下了啊。然后腰的话，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关节，以及的话呢，这个中间这一块啊，中间这一块跟上下是分开，所以它这里是一个双重关节。然后裙甲这个部分算是裙甲，前后可以动。那脚的话呢，可动度也是很好，甚至它的一个后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往后面搓过来啊，所以它的可动度的话呢，远远会比我们想象中要来的更好啊。然后膝盖的幅度呢，啊，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脚的话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接地的表现，脚后跟的大小呢，也是比较偏大的，所以人物的站立性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整体来说的话呢，除了说颜色过黑，有时候你看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之外，啊，这款玩具呢，以小比例的这个变形金刚的第三方来说，啊，我个人可以说给它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排名的一个分数了。那我们的来示范一下这款鬼伐哲罗的变形过程啊。按照它的说明书的变法，应该是先把中间这一块呢先做，只要转中间就好。那我们是先把它整个给做一个翻转之后，我再把上半身呢给转回来啊，这是我的一个转法。好，应该是这样没有错了啊。那再来的变形过程的话，是先把手呢给往后面推啊，然后呢往上面转上去。转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手臂，应该说肩部的这个甲胄，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啊，把它往上面延伸上去，把它往上延伸上去。再来的话呢，给各位说一下它这个组合，手臂的转法是这样子啊，把它的这个应该是说球形关节的这个部分呢，是转到车顶的一个部分，转成这样子。好，你也可以说呢是把这两个凸呢给转到外侧，都是可以的。到这边的情况下呢，我们先把这个车顶盖的部分呢做一个合并。好了，合并完之后的话呢，这个手啊，这个地方是可以往下面折下来的啊，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是可以折下来的。那么这个爪子的部分呢，最后还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我们到最后的话，我们再来调整。好了，先把手到这里就行了。然后身体的部分呢，头的部分呢，尽量把它给打正了啊。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腿的话呢是这样子，我们往后面翻过来，你这样子看就知道了，到这边，对不对？翻过来这边，然后这个车顶盖盖下去啊，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它的一个样子就这样。但在那之前的话，我们先把两腿打开一点点，然后呢脚前后翻转180度，然后呢这个脚鞋跟给收进来啊，这里一样先翻出来一点点，转180度，然后呢鞋尖给收进来，整个推到底啊。然后鞋尖的话呢，最后是要往上面抬一点，你如果往下放会卡到，到时候轮胎滚动性不好啊，记得往上抬一点。接下来就开始做两侧的一个合并了啊。那么合并之前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个盖板的部分呢给盖到这里，先把它给往下压下去，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往前面推过来，到这里我们就开始做一个合并了啊。它的合并呢是这个样子，你看到吗？这个地方是有个凸的，这里有个凸要扣脚的两侧。我的建议吧是先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这里啊，这里有个洞要扣这个地方，那这里就要透过这里了，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往下面搓下来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把它先扣进去，我是建议先扣这里了，先扣这里，因为它后面那个地方的话呢还有空间做一个推移，这边扣进去了，这一侧呢也是一样，先把它给推进去啊。如果你觉得碍事，先把这一块好了翻出来，然后从这里挑开，整片先往下放下来好了，对，这样子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到这里先把它给扣进去，这里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双动关节啊，你把它调得漂亮的话，它就很容易就扣进去了。这块部件往下压下去，它是有个卡扣锁定住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这里它的这个地方车顶盖往前面推下来，然后呢手的话在这个地方它不是有个凸吗，手这里有个凸，扣到侧边去，把它给扣进去，两侧都一样，都有，先把它给扣进去，这一侧已经扣进去了，这边再把它给扣进去。好，两侧都扣进去了。再来的话呢，这里啊，我们先扣后面的这个部件啊，这个它的帽子的部分，帽子的部分的话呢，它是这个金色的光泽是朝下，然后呢这不是有个凸吗，就是要扣进这个洞。那它这个
脚是有接地，它是可以往外翻一点，两边都可以往外翻一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先把这个其他脚的前面的都先扣起来啊，不然的话呢它的尖刺实在太多了太多了，并不是很好很好去做一个锁扣，这样的扣进来这个地方，再把它给组合好。这边都是乌漆抹黑啊，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好，在漆黑的环境里头找洞啊并不难，但是找黑色的洞啊这块真是没找过。这里前方这个地方稍微做个调整，这个地方把它往下压好，然后呢应该没有什么然后啊，对了，最后这里，那最后这个钩爪的部分呢给各位提一下，因为我是刚才想起来，它的一个钩爪的话是有两侧的，两侧的话呢都可以顺利同时的把它给压进去，但是呢它的钩爪是左右两侧是有分的，各位可以记一下，如果这个小凸是面向我们的时候，钩爪朝这个方向勾的，它就是在人物的左手，然后另外一个反之就是在右手了啊。那它扣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银色的这个凸扣进这个黑色的洞。那平常的话呢，因为手臂的话呢是会有一个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示范好了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啊，到这边。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的一个滚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要放拳头的话呢也没有问题，甚至拳头更加的简单，你把它拔掉之后，从这个地方拳头把它往上扣上去，然后稍微转个方向就可以，并不需要特别把它塞到这里，并不需要，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完全可以了啊。你看它的滚动性呢一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次铁工厂推出的第53号作品，鬼什么？我看一下名字，鬼伐哲罗的一个从机器人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这个鬼伐哲罗的载具，有人说有点像蝙蝠车啊，你要说它黑色有点像，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其实这个车子的话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邪恶，具有侵略性啊，你也可以说它是什么疯狂麦克斯里头那种。死亡赛车用的侧边这个地方这个尖刺还有这个地方也一样啊，以及前方的话呢你看有两个像是这个波若吧还是什么鬼的这个头啊，头上有这个角，那等于是呢把这个鬼的眼睛或者叫波若的眼睛当成车头灯啊，这个邪恶指数实在是太高了。然后上方啊这个地方啊一样都有带尖刺的感觉，这个地方这个球冠可能是它暴露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了啊，底部翻下来看也是一张死人脸啊，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张脸孔就在下方。那么其实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它还有一个这个武器啊，它应该是按照说明书的方法的话是从这个地方有个孔洞啊还可以把它给安插下去啊，这样子一来的话呢这个兵器的话呢又是跟之前给各位分享的那一个光柱则中吧是一样的，就把武器放在上面，但是这个如果你觉得没有比较好看，你就暂时先把它给先把它给拿开好了也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扣进去之后啊插的是比较紧一点。那么在载具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记得把它往上面推一点啊，这个帽圆也把它往上推啊，不要影响它的一个滚动性啊。以第三方的玩具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滚动性算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这滚动起来你可以看这些啊，这些尖刺这个造型啊，对不对，看上去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啊，就是一整个可以杀人于无形的感觉。那这一款的一个整体素质来讲的话，关节都非常的不错，也没有过紧也没有过松，变形也比较简单啊，就是一个几个简单的小步骤。那车形态啊人形态啊都是非常好玩的，然后一些配件什么的啊也是比较有新意啊。那整体来说我个人是很推荐这一款的一个玩具啊，如果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带回家啊，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么这一集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